以前我就捌看个，人个病卡去啊，讲哈，我甲你讲，我金鸡玉叶，我这边空金，那边空银，中间空酸椒。人讲你中间爱人酸椒，我就甲你酸，我好你去啊，拼！哎呀，那台下的观众都还拍手呢，啊，查某人拍手呢。哎，有时候就是你的故事大概安尼，我就听有啊啦哈。前面那个一出场的那个声音呢、啊，就是很有那种歌仔戏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味道。身段呐、啊，身段呐、啊，尤其是这个少年的，对啊，将军，没败，这个他叫凛凛，贵矮贵矮将军，他就是为驰骋沙场最小的儿子，贵族爷家啦，贵族爷家驰骋沙场，杀敌无数，就是有功勋，是最红得在红一座湖嘛。啊，都是有十波人没看没人结啊。哎呀，小酒饮两杯啊，吼，啊，东西啊，大家都拢讲啊，啊，恁某公叔吼，都是因为公叔再无来啦，你看你十波人做个这尼啊，对啊，我你也未出头进前，你的声都有熬台。出来时阵，哦笑哦，真好。其实都啊唱的迄都是阮上届传统的几条叫做大调。那玲玲是在南洋戏剧团，现在在南洋戏剧团。暗吉兰，暗吉兰出来。对，哎，你不是有带那个水袖来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舞台上哈，比如讲小段内底有花段，哦，大家一个苦段，哦，花段较常咧用的拢手巾啊，啊，还有贝加巾啊，像那个小红娘，对不对？还有还有跳一个那个跳一个。真水，迄个你得用迄个，就是用迄个。甲大家穿的说吼，哎，这条手巾啊，其实袂歹人啊。哦，啊，阮较早这种较歹人，因为这种的机关你看较无。哦，有个重心啊。多亏有声，掌声。不用唱，不用唱，就来一个啊！来来，转看看啊！我们来一个，有三个手帕，有三个手帕。雨轩，来来来，好，你找到他的中心点，手中心来拍开，啊，一个哦，手掌心，对对对，一个四面瞪开，哎对，继续。哦，转转，大家都还对对，一记的，哇，雅露已经可以了。哇塞，雅露以前是威特，站开一点，无你两个小。这就是一个小兵呀，对对对对对。雅露，你唱歌太可惜了。哦。然后小段的主谁爱来？雅露雅露，噔噔的噔几连，转圈转圈，还要往上抛一下，接起来。下腰下下腰下腰。我跟他在浪披萨嘞，我来往上抛的时候要。旋上去，我咧人欧西玻璃咧，哎，他咋真正是，这包对欧西玻璃啦，真正哦，我看就这服务生很会这个，尤其他咋西餐厅爱洗的，啊对对对，你看别下修了。那如果水袖呢？水袖有没有可以这样？当然可以，来，好来来，这种叫做身那个舞蹈水袖，它不是戏曲水袖，是的，戏曲水袖它对，哦，舞蹈水袖它就会有很多的身段可以做 ，OK， 譬如讲，你讲一对耶。对立耶，站开，手你会把它甩到右上方走啊。手背经过，这是手背经过，嘿，顺。然后反方向的片花，反方向的片花。然后双手来，我帮你拿着麦克风来。好，这个是片花。你看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哎。有上下片花。哇，雅露有一点点啊，有。哎，真的是不容易了哈！南宫没有三两三，哪敢上两山？台上一分钟，那台下二十年功啊！二十大伯，不止哦！你今晚演寡一个单瓦古啊，卖港股，卖港股，卖。但是不要觉得很难，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学个学习哦。谁的？没关系，乖，一家楼卖股啊！他们刚刚都唱现场的，不容易没有。老师，那个最后他那个金，他打金枝的那个，你最后还要一个转身，还有一个转身跳起来，那个叫做很难吧？那个叫做屁股坐，大坐。屁股坐，就是整个人要跳起来。啊，可以再跳一遍吗？哦，屁股坐，好来，整个人要跳起来，一转身跳坐。哎呦，阿文来一个。阿文来，阿文先挫破一下，是盘腿吗？对对对，上去的时候其实腿就盘起来了。阿文你就直接上下这样子，啊，我来谁几点？阿文跳起来，跳，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手还要扶就糗掉了，对啊，手就是不扶啊，东燕，屁股要坐，来东燕，来，东燕，来，换你，东燕。
而且你要做到那个那个 C 位哦，云手一下，云手，嗨，你就觉得你不能慢慢的，喂，太难的啦，来举手，喂，很难呢，其实跳起来的时候要吸气，哦，为什么要吸气？你落去再别蹬骨啊。对啊，他被修转到那个，所以老师是我坐的，真正无用卡成伊坐的头卡，你是用卡腿的，卡腿型的，卡腿型的技巧啦，对啦。我们难得哈可以把这么好的戏剧团，不管是我们台山戏曲中心的教授，是，还是我们南洋剧团的小生，他们带来这么棒的表演，也是让大家看一看，尤其很多年轻人啊，你们还没有。有些人不喜欢看歌仔戏，让你们知道说歌仔戏也是一门非常棒的技艺，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。是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给那里，哎，我们的朋友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看？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们年轻人也可以接受，学到很多哦。要多学习，多学习啊！别忘了收看我们精彩的《我爱你冰秀》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石慧君还有演员。谢谢。